无分别故，清净平等，故为受最上快乐。我们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你有取舍，因为你有分别。那这个世间虽然都是假的，你把它当真，你要想得到，你要想控制它，你要想受用它，这是见思烦恼，这是轮回心。这轮回的念头要是有好不拒绝，没有不强求这样就过得很自然，过得很快乐没有分别心，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他明明做的坏事不见得，我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一个做坏事的，可是别人看到很多啊，你怎么会没有？我来到这个世间什么也没带来，我离开什么也带不去，取舍的心就断掉了，随缘的心现起来了，样样随缘，好自在啊。你欢迎我来我就来，你不欢迎我就走不叫你看到我生讨厌，我自动就会回避了，多自在。成就菩萨六波罗蜜，成就布施，成就持戒，成就忍辱，成就精进，成就禅定，成就般若，一点都不假只要天天不要离开经本只要时时刻刻不要离开阿弥陀佛，你就能得到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能得到，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你看此地所讲的无分别故清净平等是不是写的海贤老和尚？他给我们表演了92年，我们要会看在他身上看到清净平等觉，在他身上看到没有分别，没有染污，起心动念看不出来，那个太深。清净平等看出来了看出来我们就要照做，要跟进这我一说最上快乐。